这虎啸林里有个霸王叫小老虎壮壮，凡是想经过这片林子的人必须在体能比赛中赢了他。这条路是去花果山的必经之路，如果能凑一下热闹就能通过也不错嘛。打败我，好久没有遇到这样说大话的人了。如果你赢了，我不但放你走，连我的封天扇都给你。我们来一场真正的体能对决，看谁先拿到训练场终点的彩球。这个归你，毛毛王。小伙子小心点吧，我们老大可是布下天罗地网在等着你呢。这里离水帘洞肯定不远了。退后一点，我给你找块垫脚的。有办法了。怪了，眼花了吗？怎么感觉有人一直跟着我们？毛毛后，你现在过来吧。谢谢你，波波。不客气。嘿，用力！哎，啊！真怀念和师父二郎神在一起的日子。天天都要收拾妖怪，现在一点挑战性都没有，真没趣。如果谁现在出来和我大战一场，一定把他打得抱头痛哭。我们现在就是去找妖怪，我还担心大家受伤呢。真想知道下一个麻烦是谁。二郎神的徒弟，有意思，好久没有遇到厉害的对手了，不知道这个家伙怎么样。我倒要试试他的本事。现在是时候守株待猴了，让香浓的咖啡陪着我等着这场战斗吧。发生什么事啦？小心！你看，你看！别慌，有我在。毛毛后，你在哪儿？波波，我在这儿。你在哪儿？你别动，我有办法了。啊！呀！毛毛后，你别担心，我会救你出来的。放开我！你是谁？为什么抓我？哎，怎么只有你一个？那个猴子呢？竟敢弄坏我的宝贝！臭猴子，看我不好好教训你一顿！至于你，在他来之前，你哪儿也别想去！你放开我！你吓到我的音乐鸟了，真麻烦。好了，你们俩不要怕，接着唱。这种晴朗的日子，怎么少得了歌声的点缀呢？妖怪，放了他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终于来了，我等了你半小时，半小时是生命中宝贵的财富。听说你是二郎神的徒弟，我乃奎木狼的后代，和我比试比试，赢了我放你和他走，而且我的宝贝都归你，输了的话你俩给我当仆人。哈哈，一个小妖怪口气这么大，
我也想找对手好好打一场呢。你可别小看我，我以玉皇大帝起誓，如果我输了，我以后就倒着走路，而且再不吃香蕉。好，不愧是二郎神的徒弟。但是你不知道吧，作为伟大的狼族后裔，速度、力量、技巧方面，我继承了狼族无与伦比的战斗天性。我就是为了战斗而生的，而你毛猴子，哼，只会爬树吃香蕉吧。妖怪少废话，看招！喊哟，臭美的狼妖，你以为你拿个弯刀就成了狼妖中的战斗狼了吗？哼，哎，哼，这点本事还来嘲笑别人，趁早回家种香蕉吧。好，哟，哎，哈，嘿，哟，嘿，嘿，好，那，嘿，哈，哼，哈，嘿，呀。狼妖，这下你心服口服了吧？哈哈，臭猴子，有两下子，我小瞧你了。刚才我只不过拿玩具和你小打小闹，真正好玩的在后面。嘿，就这个，哈哈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小毛猴，看剑！嘿，哈，哟，哈，嘿，哈哈，见识过无影剑的厉害了吧？这和亚瑟王的那把剑是同宗，来自中古世纪。你拿一把小刀就想笑话天下，笑话天下还差不多。嘿，这个狼妖倒是真有点本事。无影剑该怎么办？这个狼妖倒是真有点本事。臭猴子，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是现在就乖乖认输，还是一会儿被我打得屁滚尿流再认输呢？你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我再教你最后一个。这一招是气功的最高奥义。当你把自己化作自然的一部分时，你就变成了空气，变成了石头，你可以捕捉到一切。耍什么把戏？喂，臭猴子，你再不站起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真烦，要打就打，看你还不还手。嘿，啊，你抓住了我的无影剑，这是什么招数？啊，这是我师父的武功绝学。哼，你有两下子，看招。啊，狼是不会轻易认输的。啊，可恶，你输了。不过被你逼着用这一招，你果然很强。哼，想不到会败在你手里，请你放了毛毛后。放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会说话算话的。嘿，不会再小看猴子了吧？哼，总有一天我会打赢你的，你等着吧。嘿，真是个不错的对手。谢谢你救了我，我们走吧。我要加油，下次一定要打败他。狼永远是最强的战士。在那，想起你们在。